家好，我是吴杰，站在这个只有两块木板的桥面前琢磨了一个晚上，终于让我想到破解之法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像我这样踩二挪一，踩三挪二，以此推类，一片带一片，就这样我们过关了。来到桥的另外一侧，捡到了一根小木棍，向前走了20米左右，面前又出现了一座桥。这座桥不一般，貌似有机关，手里的木棍刚好可以插在上面，而且还可以左右摆动，往左桥就放下去了，往右桥恢复原样。具体这个设计是干嘛的咱是不知道了。继续向前走了几步远，又遇见了个怪物，刚瞅了他一眼他就醒了，然后就朝我追了过来。完了完了，这怪物不会是想亲我吧，还给那嘎达追呢。很多网友留言说，遇见怪物直接开机关不就得了吗？今天我来试一下，前面就是怪物了，来勾引一波，转身走，开机关。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呀，网友们的方法失败了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回头往回走，更改一下两块木板的桥，这次我们再回去试试。来来，小怪物抓我抓我抓我呀！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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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跳，嘿嘿，怪物过不来了吧？这时候轮到怪物转身往回走了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悄悄的跟着他，在他上桥上不注意的时候开一下机关，就这样怪物被我拿下了。然后我们就过关了。过关以后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关卡，是一个小房子，窗前还趴着一个猪鼻子小怪物看着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小怪物到底危不危险？我们到底要不要进屋里面看看呢？